向 VK 俄罗斯社群媒体买粉丝追踪关注，为您增加更多 VK 粉丝追踪关注有效方案。VK Untakty 简称 VK， 人们都称俄罗斯版的 Facebook。 作为欧洲最大的社群媒体，目前是全世界社群龙头，9700万用户，也是俄罗斯最热门的社群媒体。它能使您的品牌晋升为全球国际品牌，让您更了解俄罗斯市场与俄罗斯族群客户消费者。评级我们全球数字营销专业经验，将带您的品牌进军东欧与俄罗斯市场。为什么品牌都爱使用 VK Untakty 社群媒体？如果您想打进欧洲俄罗斯市场，并且影响9700万人持续增长中，成为全球国际品牌的话，那么 VK 社群是您营销最佳途径之一。就连 Zara、可口可乐、Dior、YSL 等知名品牌都在使用它。开始运营 VK Untakty 社群媒体，选择适合自己的领域，可创建商业、主题社群、品牌或组织团体、社团、个人品牌或部落客。当设定好基本资讯后，接着开始设计专属于自己的形象风格，同时为自己的目标受众进行分析与定位，助于您的数字营销发展。购买 VK Untakty 粉丝、好友、喜欢、好处。VK Followers 粉丝追踪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的。第一，您拥有的 VK 粉丝追踪越多，那么您的品牌被他们信任度就越高，相对的品牌价值和权威就越大。第二，增加更多的 VK 粉丝追踪，有助于提高品牌知名度和曝光率，同时提升转化率，使粉丝成为您的顾客。VK 粉丝都是真人有效的客群吗？因为我们是 VK 社群营销代理商，所以能帮助您有效的冲 VK 真人粉丝，并且200%精准的锁定目标受众族群，使您的社群触及、互动、参与率等同步成长，以达到您的社群营销指标。我们采用 AI 人工智能营销技术，利用您的社群贴文或影音媒体向更多人推播，引导用户进入我们粉丝云池，并从中筛选用户成为您的目标受众粉丝，同时转化为您的客户或消费者。 24HR 跟踪粉丝，透过大数据分析为您定位 VK 社群营销方向和目标受众条件，使您经营 VK 变得更轻松、更简单、更有效率。 VK 粉丝安全吗？会掉粉吗？我们的 VK 营销技术都是遵循着官方规则。再来，我们是透过 AI 人工智能推广技术推动粉丝自然力成长，因此一切合法运营。既然粉丝是真人，那么粉丝会不会收回追踪得看您 VK 社群经营状态，平常需不定时的观察数据变化，并及时改善修正内容，同时多举办活动跟粉丝互动，这样才能避免掉粉情况发生。提醒：所有粉丝不是僵尸粉与假粉，如果您不好好规划 VK 社群营销和了解数据原理的话，那么粉丝就很有可能收回追踪。我们只是辅助您推广，增加更多 VK 真人粉丝，但长期粉丝效应得看您的经验而定。关于 VK Untakty 社群媒体，我们团队来自麦肯、杨、IBM、Google、Facebook、Microsoft、VK Untakty 等近数十名专业技术团队所组成，即有我们丰富的社群营销管理经验，为您的社群塑造成全球指标性品牌。